我们今天呢就要带你们去体验一下我们当地的菜里佛泉。好的，好，好，好，那我们出发。好，一，一，哎，我们的右手啊向前打过去，一，二，三，挺容易的这个。哎，对啊。你有风了，你已经带风了，非常厉害。一，二，五的时候开扇子。哇哦！我好像在跳舞。好优雅，这个声音打开。先敬礼。弹出去。好，二的时候收回来。三的时候我们就要滚出去。试一下啊，不要紧，向前滚。好，可以，站起来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